应该要开始行动了。有关尹会长所有的资料，我要全部交到地检署。代表手上的资料，请交给我吧。啊，知道了，把资料给你。在听证会不是已经证明了吗？是正当方法取得投资，那一定是假的文件。想尽办法要通过听证会做的手脚，但我有我的打算。这样我的生父就可以洗刷冤屈。连哥也认为是贤用做的吗？不是贤用，就是狐狸精，要不然就是两人联手。哥，你从一开始根本就不相信你爸跟你舅舅，所以才跑去美国拿那种奇怪的资料回来就算了，还送到听证会上吗？爸，你不要再叫我爸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爱乘着歌声。